路看不顺眼，金马大战炮火猛烈，很喜欢来这边新加坡跟我们抢工作。他们会乱停车，你一看就知道是外来车。外来车，你们讲外来车有种鄙视啊，外来车。新加坡的车来我们这边是加油，而且会阻挡我们很多时间。油站哦，是塞车塞到很远，我上班要迟到，被这些人搞过。而且他们的车牌跟我们不一样，非常明显是外来车。今晚九点，同学来了。黄标，我们在脸书被检举、被这样触及，我们全都遇到过。但是我们不放弃，让真相被听见、被看见。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 App。这里永远不断线，请您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， 因为这个 App 非常贴心，中天的新闻直播节目全都在里面，一次满足。